现在为大家展示莱利斯新款680案型抛光机和实际功率的检测。1400多。这款莱利斯机器是我们最贵的，机头是用金属漆制作，非常漂亮哈，市场上几乎没有这种。输出轴用金刚制作，不会生锈，不管用到什么时候它都不会生锈。还有一个这里软胶皮，防滑设定，出汗的时候它的手感会更好。还有电源指示灯，这个灯如果坏了说明烫。